女星刘诗诗拥有优雅气质、超高颜值，深受粉丝追捧。日前她出席代言活动时，身穿绿色外套、黑色长裙，一头秀发也绑成一束发辫，浑身散发青春洋溢的气息。不料事后却有网友公开了另修图的现场照，直言她不仅有明显法令纹，脸部皮肤松垮，头发也相当毛躁，纤细的小腿还有些水肿，甚至也没有想象中的高挑。这样的负面发言曝光后，迎来大批粉丝护主，纷纷反驳，对方表示拍摄肯定会放大脸部瑕疵，而且每个人笑起来都会有一点法令纹，拍摄角度以及灯光有问题时才会特别明显。然而有部分网友表示，刘诗诗的眼睛似乎有些不自然，还直呼因为她的脸垮了，所以现在拍照全靠滤镜，否则拍摄后的照片根本不堪入目。两极化的评价引起热议。Bye.